大家好，本期讲解一个纪录片解说实操课，新手从入门开始到能够独立制作视频，价值799。这套教程的话是做中视频的纪录片解说的。如果想要通过中视频来赚钱的话，这一套教程非常好。包含这一个课程的介绍、软件还有素材怎么获取，如何制作视频都有详细的介绍，如何制作三连屏。马赛克和模糊都有详细的介绍，还有违规怎么申诉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大家看一下。如果想做这个中视频这个纪录片解说的话，这套教程非常合适，非常好。大家还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站，然后搜索标题的部分关键词，比如说纪录片解说或者是纪录片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